直播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整条道路淹成泥黄水道，高度更是淹到成人小腿，接近膝盖这么深，甚至就连民众家中的冰箱也被冲到马路上。民众无奈只能拿着刮水器不断扫水，但往前走同样是淹水。居民两样情，有人拿出钓具假装在钓鱼，苦中作乐。内媒听稍早访问：苦中作乐吗？你们住哪边？ 山土而台风登陆高雄、基隆地区也下起大雨，不到十分钟，市区马上淹成一片，惨变水乡泽国，甚至就连警局和地方法院也没幸免。尤其在东明路和重法街，更是严重。居民想回家，只能客难涉水，缓慢走回家。好不容易回到家中，假夜被雨水袭击，得赶快移动机车，等等宝贵财物。无情大雨，居民只能自得其乐，在台风天找乐子玩。之后再慢慢恢复家园。以上是我掌握的最新消息，现将 时间交换棚内。Hello，我是张新闻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